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Nico。 我这一次要分享的是家庭必备的蒸汽拖把，就是这一台，看到吗？这一台呢是我搬新家之后，我觉得是家里面每一个家庭里面一定都要有一台的，尤其是你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有毛小孩的，你们呢家里面其实基本上地板都是会有很多细菌跟一些毛发，还有你肉眼看不见的一些灰尘。当然了，你除了就是最主要就是拖地、扫地、吸尘器嘛，就是有很多的细菌都会在地板。那地板毕竟是有一点点毛细孔的，不管你是大理石啊、瓷砖啊，还是耐磨地板那一种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必须要去做清洁还有消毒。那加上现在的这种流感疫情比较严重的，我觉得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必须家长更要去重视这一个部分。那我这次介绍这个蒸汽拖把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在网络上面有看过很多的评价。主要这一次呢，介绍的这一台，这一次要开团购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把影片看下去。那最主要呢，它有两个拖把布，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是我已经有用过的，所以会有点脏脏的。它这个呢，拖把布呢是针对任何的地板都可以，就是比较一般的。那它是有点毛面，它的毛面它不是非常软，它是有点微微的偏微硬的触感。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喽，就是针对耐磨地板、木地板那一种的。啊、它上面是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毛毛刺刺的那种，而且它就是可以针对那种地板擦不干净的那种脏污，针对它来使用。你们大家一定会觉得说，那这个会不会很烫？是不是像熨斗一样？它的底部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它是有点像是蒸汽跟那种我们日常在用那种蒸汽熨斗是很像的那种原理，它是做三角形的设计。我觉得它做三角形的设计非常好，原因是因为地板有很多死角，那你放置一些家具物品或一些零零角角的地方，它三角形的这个设计，这个拖把头就特别可以到针对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拖得到。而且呢，它这个非常省水，我这一个水啊加到满的话，我大概可以用半个月，如果每天都拖地的话。那里面的水要不要加清洁剂，还是这一台蒸汽拖把专用的清洁液呢？答案是不用哦，你只要加入一般的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家里面有蒸馏水会更好。重点，它这一台机子非常的轻，我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而且完全不费力，它也不需要任何的支架或是那种站立架需要特别去购买，你就是直接放着，它有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啦，把它放着，它就可以站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还蛮省空间的一个小家电。那这个呢，就是启动蒸汽的开关，我觉得它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在这里。它这可以让你收纳电线，它这个是粗电线哦。说粗电线的话会比较安全，一个贴心的小设计啦，就是你要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转下来，转下来，它就可以一次把你刚刚之前用的电线整个拿下来，是不是很方便？像把这个水箱拆下来，就直接加就是喝的水就可以了，因为有过滤过的话，比较不会堵塞它那个漏水孔。后来加满水，把这个盖子盖上，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简易操作的一个蒸汽拖把。就是上面它这个就是弧度，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傻瓜的那种防呆机制吧，杆子跟这边就是有一个弧形嘛，直接把它塞下去，塞下去这样就好了。像如果要安装它这个拖把布，其实就非常简单，要使用之前，先把它用清水沾湿，把它拧干，拧到最干为止。因为这个的话，我会说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哦。那因为有使用过，多少都还是会有点痕迹。那使用过后呢，记得去用清洁剂这样把它搓一搓。那最重要一点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不要在水箱里面去加任何的清洁剂，它拖把布呢也不要去喷任何的清洁剂。这是算是我觉得家里庭里面最省的一个清洁的拖把，而且呢，它就是三角形的，就这样把它穿好它的拖把布衣服之后呢，把后面有一个松紧带，把这个松紧带把它拉上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那当你插上电之后，它这边会有亮一个红色的小灯。我自己个人觉得它这支蒸汽拖把真的非常的好用，加上因为它的耗材只需要购买它的拖把布而已，而加上它有两种材质，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各种不同的地板的材质去清洁。加上它这一台其实在网络上面卖的价格并没有很高，因为它有出很多种不同产品类型的东西，有洗地机啊，还有什么什么。它洗地机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只是说它价格偏高一点。那这一次呢，我开团的是蒸汽拖把，会比官网上面的价格再便宜一点。如果你们对这一次的产品很有感的话，一定要赶快跟着这一次的团购，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支拖把耐用度很好，它也不容易坏，加上它的水箱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的用水量非常的少。它你一支拖把那个水箱大概装到满，你每天拖大概可以用半个月，但是也要看你们家里的坪数是多大，因为我们家的坪数大概只是近30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支算蛮够用的。因为普通的拖把它没有办法用高温的方式去下去，因为普通的拖把它没有办法像是用高温的方式去杀菌，你不可能还要再去提一桶热水去拖地吧，对啊，所以你还是直接用比较快速省时的这一支蒸汽拖把，我觉得是真的还蛮实用的哦。最主要我一定要讲，它拖过的地真的超干净，是你赤脚踩过去会感觉到那种干涩感。虽然我没有办法用言语的方式来跟你们大家讲说这个是多干净，但是因为我个人我很喜欢地板赤脚踩过去是有那种干涩，有那种就是没就是摩擦感很重的那一种，我才会觉得地板是真正的干净。就像是你洗过脚啊，去踩过地板，他觉得哦，我的脚有干净，这样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一次蒸汽拖把真的是非常推荐给你们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小孩跟毛小孩养宠物的，一定要买它，一定要跟上我这一次的团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支影片的分享的话，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下次再分享一些好物给你们大家喽，下次见，拜拜。